話，好似嗰啲 The Sim 啊，定係咩玩遊戲嗰啲，嗰啲吉敦路啊。唔係啊，似美國嗰啲路啊，冇車㗎，有個成沙漠咁樣嗰啲。其實如果你上次你嘅係攔竹誒攔竹啊，你就會見啲咁嘅。好清晰，因為佢有深青同埋咩青㗎嘛，好靚嘅。其實我哋去嗰個邊度咪有咁樣咯，上次我哋去紐啊，去新啊。佢真係細粒㗎，吉嚟種嘅。真係假嘅？你頭嗰棵嗰阿公咪種過咩？唔係，我真係我邊啲種啊？喂，呢啲啊，阿媽，好高㗎。得唔得？菜園雞啊？扯嚟嘅添啊！好高㗎呢個，仲好。好靚喎，呢度發咩肥？十幾克嘅肥。我幫你買一棵咯，喂。我攞幾棵？嗯。我買個，我攞翻我細啲個頭，比較細啲，好靚啲哦。一堆。梅花盆咯，翻嚟去。啊嚟咯，呢個又嚟咗。呢個好靚嘅，佢係細細只咁樣。好多次嘅，可以種一個，你咁曬都可以。散花，散花，好似你嗰種蜜蜂，蜜蜂嗰啲。誒，佢開星星嘅咧，係咯。邊度？監仔，我問你，呢個係吉仔定監仔？嗰只好多種。呢個係咩嚟嘅？呢個我唔記咗啦。監仔，呢個係龍膽，龍膽吉。它有什么？它也是其中一個雞子的一種，它名字叫龍膽。哦。它特別大的。我没有吃过，这个价钱是比较贵的。如果是普通鸡子，大概是在10块钱。我们这它会很大颗的嘛？会，但是可以修剪。哦。还有最新的是一种叫更个。啊，长尾的是吧？嗯，那个比较多人买。他们那个讲是风水树可以招财那些。
有准备好，我们是有已经种在花盆了的。什么呀？一个雨季，好像沙雷啊。种花定种菜嘅你要？种姜菜咯，咁最种姜黄嗰个，十块钱一包。大粒個粒啊！佢會生好多好多。誒，我你講明，我見到大大粒嗰只。啊，佢個。個龍蛋啊！唔係。佢會生好多粒。甜咪酸嘅。即係講係我嗱，都仲有地下嗰只，地下嗰紫袋嘅。紫袋嘅。我知道嗰只龍蛋嗰只，你睇嚟照住，佢會大棵，一棵棵。如果你知道肥正嘅話，係會大粒嘅。整靓咗吗？有冇？冇啊。OK。